机会千万耶、yeah, 开了，但是不叫我，因为为了还有一个半小时哦，还有一个小时二十九分钟的1月1号。啊，就我开的电台、哦、我以为你说大家好，我还说你不是也在直播。大乔，你知道吗？陈宏宇刚刚喊我，我要对张，是吗？还这儿，不然我就开露脸的直播了。想你了，对啊，这份给你啊，谢谢广陵凉露的荧光棒。安灿灿，不行，没有过十二点。外面有多少人等待和应？我听说今天你们跟我说100多个人，我电台我的这个背后是镜子，我说怎么豪哥从那儿过，他明明从我的眼前过。所以就开电台，电台应该也上直播吧，应该也参与。哎，我的头发好乱啊，待会儿干脆大家直接在这里直播到12点再去大合影。就因为马上，因为我们才跳完公演呀，然后待会儿还要对张。然后对完章之后还要回去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就是说大家都很卷的看直播。来挤挤，我觉得我已经要下降了。我也要开个直播。好了，开玩笑开玩笑，没有说真的要很直播。我说的算吧，真的是。我看到在房间里问的了，我刚刚还在那，我正在拉外套的时候，我在想说什么和我的毛衣是一套的，我反应了半天，原来说的是那个毛衣，不是啊，安安有晕，我们安安只是想多带我们羊毛吧，谢谢宝玉的平安果，嗨，晚上好，现在还有谁呀、啊？还差谁呀、啊？什么草莓熊啊？谢谢，可以看出来我们队的人都很想薅羊毛。谁不想薅羊毛？我要送你一个给你。哦，谢谢鸡块跟气球小熊。梅回中心才刚刚公演完呢，才刚刚公演完，然后把衣服换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对账。哪来的熊啊？你说别人送的礼物吗？那个东西不就叫气球小熊吗？好粉，但是我里面是白色，白色的毛衣。真的很贵，我那个毛衣它的饱和度要再浓一点。谢谢我一点奶茶。是我的。对啊，我试认出来了呀。奖励什么？不是乔斯第一次双买，不是第一次双买，但是是第一次底下高等的牛仔短裤。对，待会儿就穿这个。因为比较冷，就是说比较怕冷一点。但是真的，我出门的时候忘记考虑了，忘记考虑说要就是穿一套适合一起拍照的衣服。但是没关系，穿都穿了就算了。感冒了肯定要多穿点。就是因为感冒了，就是体感温度比较敏感。很吗？还好吧。谢谢明智的十个糖果。谢谢宝玉的平安果。但是今天对张的应该一起拍照的人也没有很多吧？舍不得关，我的照片王娘吗？关吗？关了，可以不关拍吗？可以拍我们直播吗？快了快，走了，没开始走了。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，给我看一下你的。咱们就说不到最后一天，我们都不关。这个暧昧属于有一点。加油，加不了油，漏油了，太累了 ，sorry。对呀，你要加我呢。哇，这个光真好。哇，谢谢青灰色的皇冠。哎呀，外面好多粉丝啊，他们看到我在这里，比心谢礼，会不会说我媚粉啊？但是我确实就是啊，不是。谢谢青灰的皇冠。哎呀，咱们就是说还没对过章呢，这个场景没见过、啊。这个坐前面好还是坐后面好？那我就坐下面吧。啊！对不起，没事，哀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谢谢星星红。有点尴尬，我刚刚一脚让了一下，干嘛呀？没有，我心里装挂，然后很久没到，看到黄哥太开心了，咱们就说，哈哈哈哈哈。我在这悄悄的叫。来。谢谢阿姨，正在了在家边上，因为为了显得自己高一些。对啊。那
在就随便的那么一站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真可爱！现在好多让我们的账号多了两张，说了嘛，说了。豪哥说撤掉撤掉，然后两边撤掉撤掉，大家都撤过了。对啊，就是对啊，两边撤，悄悄的撤掉撤掉。应该没听见，因为大家那怎么办？我站后面吗？还是其实也看不清，我好理解。来，先看我，先看我，快看前面。来，不是前面应该录下来吗？要拍了，要拍了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像不能直播了，拜拜。等一下。我真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很奇怪呀？是呀，为什么这边有人？前面有人坐人呢。等一会儿是这两个，人家前面会有人，对，人家前面会有人。等一下，他坐的是好，来，先给我拿一张是吗？对，来表情，来声音，得一张，好的。好啊，可以。OK OK， 来粉丝。接下来先给我们队大家一起拍一张照片，之后是不是就是队伍的照片？为什么觉得没有美颜？哎、现在邀请第一位粉丝上与我们队进行一个大合影。第一位粉丝他，我觉得其实可以不关是吧？对，我没关。两位就不要了，花系。好好好，我马上理一下头发。然后我又要开先变了。来，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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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表情，表情，表情，再来一张，来声音 ，OK， 辛苦啦！我为这位粉丝换了两个大家陪我一起上班吧，陪我。上班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太搞笑了，一到拍照，然后大家哭。坐那边，我想坐这边，我想坐这边，这边脸好看，我也是这边脸好看。我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要这样？这样吗？来，你好，欢迎，你好，欢迎。再来一张，好，欢迎。好，好，辛苦了，咱们就是说一个又回来了，然后又要营业了，又要营业了。来，收一收，对，收一收，来，声音，看我。OK， 下一个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我问你，罗涵月。哎呀，你真好。我法令纹好重啊！哎，我看见了。他的光太亮了。好，看镜头，来，表情，答应。好，下一张，答应。来，郑州不要动了，来。阿姨，好，下一个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被喊到了前面，接下来呢是一位我好像不。嘿，有椅子了。啊，我刚拍到别人吗？好，要拍要拍。来，准备。看前面。好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好，准备，阿姨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好 ，OK， 下一张。我家的身上好香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身上，我家的身上好香啊！这位男粉丝呢？我刚刚突然凑过去，我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闻到一股香味。什么？好奇怪啊！来，你看前面。他们听到我说话耶。好，准备。收起来，好，好，来，张一，张一，张一，好，下一个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陪我，陪我上班，我要改个公告。上车呢，我就会喊我好笑，在后面呢，我就创业，我就经理。好，继续。准备，好，努力，努力，收起来。
好，来，赶紧走，干活干活，表情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好，三二一。脸都下僵了。好 ，OK， 三个。哎呀，我的脸真的下僵了。主要是，哎，我感觉我立马来不及了。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眼熟的粉丝，然后等会儿我预测我马上就要到交说吧，对，在大合影，大合影，不知道怎么我跑到这儿来了，在进行一些大合影，边合影，笑什么笑？L H Y， 你说吧，我拍的脸热了，我要合影了，你这是在送皇冠，我姐，哎，谢谢你。好，加一，加一，加一张，加一。辛苦了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这件是我坐在龙家旁边，我要破防了，还是人挺多的哈，他们今天说人不多来着。上次他们三个也都看我来说没有，破防不破防，谁敢拉我？是不是你拉我？合得快，我还觉得没有很快。准备三二一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，再来一。
我先哭了。你们两个都放我的脖子上，这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吗？哎，我很热，我很热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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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送的？的同时，不要忘记给大家，芝芝也需要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嘛？不允许改一下台本是不是？可以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要篡改前辈。来，手机收起来。手机收起来。来，跟你聊，跟你聊，跟你聊。看我，看我，加一，加一张，加一。好，就是说咱们觉得马上就要合完了，诡计多端。Yes, yes, yes, 最后一个。好，准备，三一走，三一，三一张，三一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丹。谢谢大家陪张丹上班，辛苦了，好的，辛苦了。最后一个是国外，我没看，我不知道最后一个是谁，我不知道哎，好像没有。给大家看我今天的头发，哎。咱们一整个就是说，很少，哈哈。哇，才十一点，真好。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在车上聊聊天。什么睡衣啊？外套，可暖和了，可是就是它有点太暖和了。我刚刚感觉我背上，哥哥好，我感觉我背上在流汗，太热了。我已经收好了，所以说咱们就一整个慢悠悠的状态走过去。哇，剧场的暖光。哦，我还以为那有奶茶呢。哇，这是今天的超威大哥。对，好好表现。好好表现。好的好的，我今天就盯你，我今天就盯你看。现在下来。走走。我好想喝水，但是没有水了。其实今天他们点的好多咖啡都没有喝。冰冰，你说东西。啊！丝绒拿铁半糖，这东西竟然放在这。冰冰，这是你们今天能喝的。他们这么暴殄天使，真的是我晕，没办法，虽然晚上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嘛，哎呀，没关系，亡羊补牢。好的，冰冰。我晕，这个元气乳茶是谁的？怎么都想要？啊，我想喝口这个元气乳茶。哎，那个我开过那个。这个。那个蜜。这个是谁的？对，是我外的东西可以喝。元气乳茶在哪？元气乳这儿，但是都喝过。那个是我开的，那个是我开的哪个？这个粉色那个。粉色什么味啊？咱们就说卫生点。厚乳桃桃，喝一口。大家好。很少时间能在这个上台直播。好快乐，因为咱们就是刚刚。咱们说了，悄悄的，咱们说狂欢怎么开心？不是，其实我不知道这是谁的，说实话，但没关系。这谁的衣服啊？
我也好了，我好了，我不喝咖啡了，大家。这是谁和我一样？这是谁的？行，爱家拿着。爱家，爱家是这么喝的，我是这么喝的。大家好好笑，大家都拿瑞幸的吸管喝其他的。你好了。嗯。我以前有段时间超喜欢喝这个，很久没喝了。嗯，这里好多吃，嗯、啊，这里明明有两个蛋挞，怎么没有了？算了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一定要吸管呢？因为悄悄告诉你，看在你给我送皇冠份上，我就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用吸管，因为那个其实不知道是谁喝过的，但是应该没有人喝了，他不喝了，然后咱们就用那个吸管悄悄的喝一口，好吗？其他人不准听，不是？你要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讲秘密。喝一口发现不了，我起码喝了三分之一吧。你们看着我没有怎么喝，但其实我喝了很多。就然后因为是黄楚英可能应该不是，他不会喝这个东西。没想到后台的灯光还挺好的哈，大家。哦，对，我待会儿给你们看，特别搞笑。昨天我不是在后台直播嘛，然后那个网很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。我还自己录了一段屏，就是我在自言自语说，嗯，难道真的没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我的网怎么可能这么干？然后后面我看到那个我的录屏，发现根本没有声音。那为什么你们录屏有声音，我录屏就没有声音？昨天超卡，对，就是那个时候录的。待会儿发房间很搞笑，因为今天在公演就没发。你们觉得低霜好看点还是高霜好看一点？我刚刚还一口气喝了半瓶芬达，因为太口渴了。天王公园，我们后台没水了。没水了？嗯，不然我怎么会喝那个？高 ，really， 光头。你先踢，你踢的话，我陪你踢，怎么样？不管什么样，这可不像是要认真推当当的人说出来的话呢。没有换一瓶，就是刚刚我在他们那里领的，他们目送。饼饼姐，饼饼姐，快走了。明姐说好了，很多喝的呀，好多，哇，怎么这么重？啊，怎么还有？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奥尔良，我喜欢吃炸翅。挑食是吧？不是挑食。挑食是吧？不是那个，我看一下。只有奥尔良了。我的感冒好严重，对不起大家耳朵，悄悄擤个鼻涕。我晕，我这一擦鼻涕把我的这个粉底全部擦掉了，好尴尬呀！我这一块一下就吐了。哎呀，大家等我补个妆。来了，鸡鸡。大家要咱们简单的按压了一下。嗯，什么这个天花板这个
是我们的后台。花只开花园里。对，要走了，要下班了，下班下班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光特别好看。嗯，算了，它这个镜面我搞不懂啊，我不明白，我玩不来。冰冰姐，她真的把这个熊拿过来了。对啊。我晕，她好厉害。演完了你才知道。我又没看到，是哪个节目用的吗？是你们结婚那个节目用的吗？是我爸比跟妈咪结婚用的那个节目吗？真离谱啊，这个节目。上面写的我也不知道写啥。姐姐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？姐姐，我的口罩咋了？姐姐，我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不像小乔？小乔叫大乔，我学的好像。我已经对小乔叫那个姐姐叫，就是了。他不帮我拿嘞。倒背如流，不是？不像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们听一下。等一下。带你们体验送车环节，可以啊。我待会儿把那个摄像头就是。他们的小乔，你叫一声姐姐，快点。姐姐，哎呀，说话，哎呀，姐，你们听得出来像不像？好像啊，你问姐，我也没有你思成。彤宇姐姐，啊，问妹妹，彤宇姐姐，问姐姐，走了吗？在干嘛？姐姐，房间包人，当当姐姐，怎么突然这么当当姐姐？对，你要人都出来了吗？走吧，我待会给你们看看。姐姐，小乔每次叫大乔，真的是这样叫。姐，走，我走。你们走啊。很期待。你不带他们都下班了吗？他们刚刚拿了一堆东西下去，你关了吗？没关，拿着下去，走吗？我理一下。走吗？姐妹们走了吗？他们要帮忙拿东西。走。走吗？哎呦。走啊！姐姐。等一下，他们，你们先走、啊。走了不？乘客，几个小乔。底门当当。当当现在是个门神。我的帽子呢？为大家开门。走吧，走，你先走啊。嗯，走。我在给大家开门。走。都是这前几天的直播指甲，拿在手上那种是吧？啊。前面几天的，我今天下午就我走了，我今天下午就看到了呀。走了，直播送车，大家直播送车，我知道我在给你们看吗？直播送车，大家啊，感谢啊，不用谢，走吧。就是说。应该粉丝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吧，别人拿个手机。那么我们先就是说暂时的看一下路怎么样。和谁下班？一个人下班啊？下班还要人陪啊？又不是小孩子。云下班是什么？大家都在直播，等一下玩一下。大家上班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啊。下班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好，我现在要把在我后面的粉丝的脸全拍到，吓死他们！啊，不是，有人在看我的直播，我听到了，我晕，我感觉我在这里叫一声，我突然听到我后面有个粉丝，我后面就是有个粉丝的手机传到了，传出了我的声音，看到谁？怎么会看到？
往前走的吗？大步一整个往前。我这边在。人呢？大家好帅。谢谢。哎，我是最后一个走的了。真的有点卡住，就是因为我刚听到。今天那个小品好搞笑。嗯。哎呀，这么多粉丝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谢谢，谢谢布局送的黄瓜。我待会儿再叫，我要忍住。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等一下再送，等一下再送，等一下再送。这里好多粉丝啊。小心一些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这里很多人，虽然说没有拍我，但是这前面也有很多人啊。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谢谢，谢谢小红的黄瓜。没有，没有，硬币，硬币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呀？哎呀，理一下。我晕，我好热，但是我觉得出了这个门肯定就开始凉快了。好，看那么多不冷，不不热吗？你不会是在尬住了一下子？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啊，到了我的主场了，因为现在好凉快啊。对，到一楼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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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着急，飞机打爆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在干嘛？求婚行不行？我明明刚有个粉丝在给搜索点那个蜡烛，然后旁边那个谁说，这是不是在求婚吗？哎呦，谢谢你的小红人。好，拜拜大家。哦，不是拜拜大家，我是跟其他的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呦。哇，没位置坐了。OK， 那我就坐这儿。就上车了。啊，那是这里。哎，这里是不是能掰起来呢？好挤呀！这个是一级出口。对，一级出口。哇，这个后面的风有点大。哦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我就站着吧。我要不要坐外面？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居然把我们阿姨录进了，这样咱们就是说，好脏啊！嗯，我就觉得把它打开吧。阿姨，我先坐那儿。哦，对，我没灯了。好搞笑。对。又好一点。哈哈。外面好多人呢。哇，第一次把头伸出来。拍一下外面拍照的人。太开心了。为什么？谢谢三乘十送的毅力啊！我刚刚还有两个黄瓜没事。谢谢小熊的黄瓜，不要不要，不在。谢谢布局的黄瓜，拜拜。咱们就说，把这个 ID 倒背如流。给大家说个拜拜，虽然说也。为什么呢？这挡住我了，挡住我了。哎呦，这个罗可家真的是努力的感觉。哦，我要坐这儿。坐呀。好，坐这儿。拜拜。那个爱家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还在开直播哟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们拜什么呀？谢谢瓦利亚的圣诞树。你们不要跟我拜拜。没有充电宝，有没有人有充？大巴里面是这样，我之前不是也在大巴里面都是直播过吗？跟剧场说拜拜，咱们就是回用一下那个叫什么呀？热点是不是？热点。我不开直播。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等一下，我给艾佳开个热点。
叫什么？看不到。可以开点灯，开点灯吗？这好阴间，哥哥开点灯好不好？哥哥会吓到粉丝的。哥哥，粉丝看了晚上要做噩梦啊。哦，好吧。说拜拜。有没有保障应该带两个手机，然后自己手机补个光。我怎么没带那个补光的呢？哎呀，我真的笨死了。嗯嗯，热点密码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连过剧场的。开个灯，因为他们好像是说如果就是车里面开灯的话会影响驾驶，所以说还是算了吧，还是不开了。忘记了。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挖什么，大饼，哇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哇！怎么样？收到了什么呀？皇冠！哇！让我也被挖一下呀！哇！没有，我非常喜欢这种挖我的感觉。那羡慕。瑞品礼物，我们就不会，我们就是当当本人性格，就是要是我们收礼物，我们就是悄悄的在这里，我们就不会哇，因为我们就是非常内敛的性格，非常低调的为人，非常就是怎么说呢，不露财不露富的为人处事风格，悄悄在大家起哄的时候最大声说，咱们悄悄谢礼物，卷死他们，拒绝，再次感谢，没有没有，我怕就是说刚刚没有听到，哇，又有饼又有账，哇，谢谢三五送单，那真是谢谢，哇，又有钱了，什么用啊？发现我晕，说实话不应该跟着我一起挖，我现在嗓子有点痛。咱们就说不要，确实啊，咱们不要跟风了，我晕，我感觉我嗓子破了。对，我嗓子痛了。小偶像对于收礼物都是很矜持的。拒绝。我们其实，哇！哇！
谁在与黄群英下黄关羽？谢谢。黄群在挡屏幕。你说都不要接受，你才翻个脸麦。什么什么卡卡？哇！太绝了，太绝了！挖一下我的大饼啊！快来挖一下我的，挖一下我的大饼行不行啊？谢谢大家。哦，一直原来一直都在挖黄楚英啊，我其实不知道他们在挖谁。司机一定觉得搞笑，司机已经习惯了。哇，我扫的。我回家，我们相互回家抢。哇，哇是，哇大乔你是什么？我是皇冠。宝宝都想站起来，我刚看了一眼，他好像在捂那个镜头，捂屏幕，怕我们看到他的屏幕。大家就是我们这样，咱们就是这个防窥屏，我们在这里直播，没有人能看到我的屏幕，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收礼物。对呀，我嗓子好疼啊！哇，别人把我嗓子挖废了。是一群人都不接受李珊珊的连麦吗？罗涵月，罗涵月接受了。完了，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带水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卡了，我出不了。看，一月一号卡了，你们提现了吗？我是一个重感冒的人。没有想好包装盒的包装。不准，不准。哇！谢谢三五送的烟。哇！谢谢送的一二三烟。哇！谢谢。谢谢三五送的三个烟。哇！谢谢三五送的三个烟。哇哇哇！算了，咱们退出这场比赛。哇哇哇！然后面。吃药，今天没有吃药。哦，我真的，我服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把那个屏幕开亮。阿姨肯定觉得我们很吵。我想挖一下他们的用爱发电，已经听到很多个用爱发电了，但是我真没办法了，我还要跟你们聊天，我还是保护一下我的嗓子啊。好感动啊！这个 ID 超神，确实是我的话，我就念不出来这种 ID， 我觉得这个粉丝他是故意的。用爱发电真好。对对，咱们就是来一个稍微温和一点的聊天环节。聊聊大家今天第一天做了什么，聊聊青年第一天大家干嘛了。没有啊，怎么没有人跟我分享的，没有人跟我分享哈。啊，到那就打哈欠了。挂不到中心了，挂不到。出去开卡丁车了，真的吗？和谁呀？第一天在剧场，早上9点钟，早上9点到剧场睡觉，然后看公演直播。哇，那你醒得挺晚的，今天的公演都是到7点才开始。在家吃好吃的和划船锻炼，果然不会让人失望。小龙，你不再是小熊，你是小龙。家刷剧，看什么剧呀？宅了一天养病啊，不会是因为看我的直播，我通过屏幕传染给你了吧？
六点睡的，那我差不多啊，我也五点睡的，好像就够了。打了一天屁，说哇，你好努力，不愧是星星，不愧去追求未来。咱们就第一天，新年第一天开个好头，今年一天啊，不是今年一天，今年一整年都会很努力。哇，什么呀？中汉刀行谁行啊，我都没看过，可能是我最近不看电视剧啊。你们都在看雪中汉刀行吗？是什么剧啊？被传染了，没办法赔钱，等我好了我再赔你钱吧。爱情神话听上去感觉很难猜到是什么类型的片子。在装卡吗？没我直播好看，呵，我才不相信。没关系，这个灯光好阴森啊。哇，怎么样？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发生什么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啊。就是就跟着哇。韩月拜拜拜拜。没有，我就是听我摔了。回到中心就早点休息，我不休息，我要直播。隔壁直播间什么意思？哦，不是在问我。哦，好累啊。打一个哈欠，哈欠你就赢一次。晚上好，我也跟了个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在我的直播间聊这些奇怪的东西。哎呦。明天可以好好休息，明天去做一个皮肤管理。双马尾爱了，你看得到我的双马尾？这么暗，这么暗的灯光，你还能看到？被不小心撞到了，撞到了。比我火多了，那当然。昨天灿哥在 KTV 当着哈欠，哈欠这个，果然朴灿烈不会让人失望。我听到了，谢谢谁的用爱发电？好像还挺好的。我每天都没怎么睡啦，每天可能睡个几个小时。什么跑来了？开门！哇！听到什么？爱思的用爱发电。刚刚他们就是那个什么皇冠的时候，我挖多了，现在用完发电，我已经挖不出来了，我退出氛围组了，咱们就是辞职。哇，一路，这才半路呢。睡莲到达的是猴子是吧？但是我好像从小就是那种，就属于那种特别爱起哄的类型。哇，就是我好像就是。从小到大就很爱起哄，所以起哄这种事情我最拿手了。好，我一句都没有挖，下次我就跟大家一起挖，好吧？我下次必挖。别挖了，我挖的现在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一句都没有挖，看来就该我帮大家挖了。谢谢 Yoki 送出的小房子。快接一下。接什么？我卡住了，我卡在你这儿。什么？就我在最后一盘，接了然后不挂了就我吃瓜看热闹，起哄我最拿手了，而且我以前很喜欢。歪送出的皇冠，大家应该听到。哇，我想帮你挖，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哎，家里谢礼哥说大点声，大家都能听到，他们就会帮你挖。大点声是吧？对。好的。你要那种哇，谢谁送的？哦，懂。戴上耳机，放弃那种自己骂。
我很想帮艾佳望，但是我的这个嗓子有点。你们望呀，你们望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哇，现在呢？对啊，我现在捏我的嗓子，现在有点疼。哇，谢谢大家，快给我望一下。哇！哇啥呢？对，我好像就是前两天就是因为什么很像风很北京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就那天我不嗓子疼嘛，然后有可能就是扁桃体发炎，然后扁桃体发炎就引起我感冒，然后引起我感冒之后，所以才重感冒，还有可能就是扁桃体发炎引起的。小的时候特别怕，我来帮我谢谢幽爱发电，哇！谢谢小乔，是小乔吗？对，谢谢小乔，谢谢小乔，谢谢小乔，快上！李正山一直在找我打电话，别接别接，我刚刚接了他就一直卡到我停了，我还不，我也没接他，我已经拒绝两次了，他很爱我，好吧。感谢，纯粹感谢。谢谢 WD 的烟，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在谢谁，而且其实也不知道谢的什么礼物，但是其实都没听到，随便换人话。谢谢0731送0713送出的皇冠，哇！小乔今天那个呀，冷餐是吧？好像是酱油，而且他今天好像驻演科科呀。好，酱油。艺人不害怕，我没有不害，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管人。今天怎么了吧？我怎么了？好肿啊！我看起来不对吗？我待会儿回去再给你们开吧，我感觉有点晕车了，然后嗓子有点不舒服。有病吧，我哪儿娇羞好吗？我得挖起来，没有能量了，你就直接光听不见。我也两好的，我们还有31分钟就过了1月1日了。大家好，我再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，一定要在12点之前关掉直播，让那个精美到账，它才会算在今天直播里面的。好的。还有1:1，我们1:1满了，好像差一点。原来是这样。是说你要在12点前关注，才有意义。哇，原来还有这种。但是59分关也不一定到账的哦。所以要55分关。对，因为他到账很慢。我不知道是他们说的。没事。就大概50左右关是最好的。你们怎么都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没到账真的，我真的发脾气。我每一个直播的节目天真的，因为我今天开始，我跟你讲，那待会儿回去再开吧。就是我这边有化妆，假脸上不上饭，每一个拜拜拜拜。哇！怎么第一首播的歌就是这么悲伤的歌曲呢？嗨，现在安静的环境更适合我直播。抓到尾巴，对，
就是说，虽然说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该抓还是得抓抓。谢谢宝玉的99个荧光棒，没有氛围组没关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如果当不了别人的氛围组，要是要别人当我的，我会不好意思。所以，我没有办法当别人的，那我也不要氛围组了。好，你们待会儿提醒我一下。什么呆弟这么文雅？这叫做不是凯奇好吗？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粉丝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尬住了，你认错人，不是只有粉丝，只有偶像认错粉丝，怎么粉丝还认错粉丝啊？这个是我其他的粉丝，我记得他给我送过圣诞树，嘿嘿，记性好吧，是不是？采访一下，熊剧认不出小粉丝的，哦，真的可以，别理他，那不是。呀，为什么？宝玉，句句对不起，你是在我这里社交呢，你在我这里交友呢，哦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想通过这个，只是一个契机，认识别人的一种手段，一种方法。我们都在第二层，我们以为只是抓住他认错人，结果他在第五层，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去认识新朋友。看吧看吧，我就知道，他在第五层。今天很可爱，你怎么看出来我今天可爱的？我可从来不是可爱风的，咱们就是一个成熟姐姐风，成熟姐姐，嗯。虽然说扎这个头发说是成熟姐姐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牵强。九选顾问提前做社交，你加微信是为了后面帮我去私信要票吗？不是，什么什么时候的事？我这里怎么红红的？是长了痘痘？天哪，我这里又长了个痘痘。什么时候是御姐？那不是无时无刻都是吗？只要我站在那里就是御姐，就是成熟自信散光芒。感觉今天因为在唱直播了一下，然后送车的时候也在直播，就感觉还蛮快的。之前每次回中心其实感觉要坐好久的车啊，但是晚上其实又有点不敢睡觉，因为不想带着美瞳在车上睡着。这两天看起来像个零零后，什么意思？之前像什么80后吧？不会是？说了晚安不睡的其实是我。我说晚安那不是为了让你们早点睡吗？不是说我要早点睡的意思对吧？不排练了呀。不要一摸，不要一摸，很想为大家唱这首歌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可惜我的嗓子不允许。我们来个低沉版。哦，还没太。怎么那么坏？谢谢飞球改命的随便的平安果。牵着深爱。说的好像真爱，我对你说爱。今天有没有恋爱？小声唱。是否他来又帅？还说难遇真爱，我要你现在把丑事都说出来。才会听你表白，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继续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，大不了不谈感情。Just do what I'm supposed to do， 你也不用再演戏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决定，每句话在我心。
清楚楚的说你想离去。楚楚哪里有楚楚啊？不是，清清楚楚。我感冒了，这个，但是这首歌我确实以前很喜欢，所以说，咱们还是一个乱唱要唱完。哪里有园区？不知道哪里有，当当有园区。现在，吴亦菲的妈妈是不是叫元气？好像是吧。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妈妈谁是谁的妈妈。谢谢小佩的圣诞帽。我知道他们很多妈妈的名字，但是我对不上号。谢谢朋克小将的平安果和麋鹿胸针和圣诞帽和不知道什么。谢谢。谢谢零糖可乐的夜蝶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哦，咱们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今天就抓住一比一的尾巴，就应该说谢谢零糖可乐送的权杖，很会翻倍吧？好，56下嘛。我们精打细算，我们把这个羊毛薅到极致。坦哥是谁的妈妈？数学不错，1500×2，我还要算一下是吧？谢谢 Look Forward 的两个糖果。哦，原来是上海前辈的妈妈。尾巴什么尾巴？什么多一分钟呀？我应该继续问你们，刚在车上问你们今天怎么玩的，因为真的很好奇大家元旦要怎么安排自己的。说56分，对啊，因为我不想55，我不喜欢55，没安排好破防了，一个人不出门扎心了。错，你在下面看了我直播，他就是有事情做的，他不是扎心。你最好今天就是想我想的一口水都没喝。陪家人，又是陪哪个家人吗？我这个声音比小陈，我现在还好了。我今天最开始出门的那会儿，我晕，我感觉说话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四个人在打麻将，打什么麻将？上海麻将，不会打，我只会打成麻。看当当直播，你怎么知道当当要直播？因为你清楚当当的为人，就是绝不放弃薅羊毛的机会，是吧？今晚看完公演才回学校。哇，谢谢，谢谢小白的一个权杖，哦不对，谢谢小白的一个皇冠加一个圣诞树。你为什么看见小白这么激动？他是我粉丝，又不是你的粉丝。凌晨看直播，白天没人一起玩，晚上看直播，那你就是有始有终，非常好，就是好的开头，好的结尾。社交是什么店？你还怕辣？你重庆人还会怕辣？好会算，当然一个权杖不就是今天翻倍，那就是一个皇冠加一个圣诞树吗？就感觉挺久没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小白出坑我吗？出坑多悲伤的两个字。大家在别的直播间不是都背刺是吧？当面刺，说吧，你在哪个的直播间看见他？麻将赚了点，全部上交给我，真可恶。什么呀？什么其他直播间见？就只在其他直播间见，不在我直播间见，踢了。天天在别的直播间团建，一股血冲上了当当的头，我怎么霸道了？可恶！是他们说他们在其他直播间聊天，然后在我这里装作很久没见了。虚伪，这就是虚伪的坏男人。你只在这里，行行行，
都抓起来，那我就派你吧，派你出去把他们都抓了。榜三是谁？什么意思？深圳男人，深圳男人，上海男人都是坏男人是吧？不就是在这里见他，不就是说在这里很久没见过你了？嗯，怎么还有催我下播的？好吧好吧，确实怕到时候零点没有结算。广州男人逃过一劫，出来了。谢谢小西瓜的大饼，谢谢。咱们就挖不出来了。哦，晕，我比个我都没说出来。谢谢波波。什么呀？卡点甜甜，拜拜大家。我待会儿过了，如果你们没睡的话，我可以再开一会儿。主要是，谢谢谢谢冷渣，谢谢圣女小姐的圣诞卡、啊。写错了吗？就是把他的名字写错啊！我先考你们个问题啊！算了算了，这个会实名别人吧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本来想考你们认不认识那个字的，问一下他可不可以说啊？问一下他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马上下播，我说一下说一个这个事情，快点说话快点说话。谢谢小我的小的气球小熊，谢谢谢谢 Kivino 的神奇魔方，可以吧？哦，就是一个王，一个申，申请的申，你们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吗？一个王，一个申。哈，三十秒之内没有人回答我，说明你们不会，你们不认识，你们都是文盲。你们都不认识，看不看不看，笨死笨死，和我一样笨，笑死！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和我。哎，好吧，大家好操心啊，还好操心。好好好好好，关关关关关，马上，等一下开，等一下开。生，前屏还是后屏啊？马上先关先关。